Baby 去年生下小海绵后，为了工作迅速健身恢复苗条体型，不仅身材更加性感火辣，增添一丝美艳的她穿衣风格也变得大气优雅起来。虽然 Baby 曾因为受到肋骨贴皮引起热议，但不可以否认瘦下来的她越来越美。出席一个大时尚活动，造型大气优雅，将美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人无可挑剔。7月18日 Baby 出席了某品牌活动，再次用美惊艳了网友。这次她身穿一袭宝蓝色无袖肚背长裙，火力全开，优雅大气又不失美艳，凭借颜值成为全场镜头焦点。高颜值不仅 hold 住了素有照妖镜之称视觉中国的镜头，甚至路人镜头中她颜值也超耐打，比工作室晒出的精修图都漂亮。 Baby 一转身感觉世界都亮了，拥有水蛇腰和美背的她称作背影杀手一点也不夸张，这火辣性感身材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，就连许多女生都觉得今日的 Baby 美得不可方物。有网友自罚为 Baby 美图，还有一些将 Baby 身上长裙 P 成多种颜色，然而不管哪种颜色 Baby 都能轻而易举地 hold 住并给人不同感觉。这张照片中 Baby 长裙颜色墨绿，给人感觉格外淑女，虽然是缺少许美艳，增添了更多的恬静气质，衬托的 Baby 非常优雅。而在带红色衬托下 Baby 如同火红玫瑰，眉眼简直溢出屏幕，这个颜色下的 Baby 更显辣妈之名，浑身上下都绽放迷人魅力，哪怕是端庄黑色 Baby 一样美到让人目眩。这个颜色下的她气场强大，走路似乎都带风，兴奋而十足，一双长着美白腿让人挪不开眼睛，太美了。